争取得的胜利。在这场斗争中，我们面对着最强大的独裁统治，并提出了90多名烈士、3万多名被拘留者和数千受伤的人。尽管如此，他一直致力于和平。五个月的坚定承诺，以信任的世界和不获到政治攻陷的方式，非暴力运动的独特遗产，改变了一些伟大国家的历史。这是我。